你的女儿啊！老东西，又想哄骗我。当年你阻止南平跟我在一起，害得南平一直躲着我，现在又想骗我。别急，等我吸完他体内的魔力，自然就轮到你了。我母亲的名字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是不会杀你的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阿离，不要相信他的话，是他害的。够了！你们还要在这说三道四吗？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你要干嘛？你不用如此防备我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可是你伤了我的同门家人。我知道，我刚刚差点铸成大错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进攻九重山了。不过我要你跟我离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。来不及了，跟我走。放开他。